全部馬不準備投檔九場三班千六米的路程，二大熱志在四方。好，你一開閘的時候啊，今日前面快的嘛，中檔位置美麗日之響，佢出邊就水火風啊。再見到第三位咁啊，中檔咧黃眼罩一隻就幸福笑容啦，內欄灰馬第四位的愛至寶啊。再見到中檔包裝才知藍白還間衫嘅，外邊淺藍衫紅麗色咧就走上啲喎。咁啊，再內欄位置仲有傲風雲啦，出邊志在四方啦，再有多少馬匹啊？馬林中間白衫粉紅帽就全才啊，尾五紅衫紅帽關鍵時機啊。再後邊嘅馬仲有粉紅衫進黃啦，出邊揾妙星啦，內欄黃衫和平路縮咗喺包尾咧係守正用旗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咧就係香港大學院灣啦。前面一對放，中間是水火風，響入邊美麗日子啊！第三位是紅麗蛇，咁啊再見到第四中檔位置有呢只黃衫黃眼罩幸福笑容啦，內欄飛馬的愛至寶啦，出邊藍白還間衫包裝才智望空咗，跟住個第六位嘅，再有一層內欄藍眼罩藍衫咧，仲有傲風雲中間咁啊白衫紅白衫粉紅帽咧就全才啊，響出邊仲有志在四方啊，後啲嘅馬內欄黃衫和平路，出邊紅衫關鍵時機啊，後啲先有進黃啦，揾妙星啦，包尾守正用旗啊，好啦，正正直路和呢只咧就水火風已經係佔先啲噶啦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追上嚟嘅馬，咁啊分別有呢只的愛至寶啊，外邊衝包裝才子志在四方啊，最出嗰邊仲有守正用旗同埋呢只關鍵時機啊，兜到嚟將有百零米啦，睇個勢咧志在四方一路殺緊上嚟，埋邊咧仲有水火風唔散喎，中間夾住就係呢只紅麗蛇，埋邊上翻嚟仲有呢只美麗日之接近終點，水火風咧就贏出呢場賽事跑第二名，要影相內欄數出嚟，美麗日子。中間紅麗蛇，出面志在四方啊！咁啊，結果臨場睇佢咧，都仲係好急喎，嗰只水火風。咁但係大家鬥放之下咧，佢都將美麗日子掟甩咗噶。第二名啊，近噶，係咪紅麗蛇中間高盤啲啊？定係出面嗰只志在四方入面仲係美麗日子影相？好啊，水火風啊，李敬國殺得勝起啊，又贏啦嚇。咪跑第二名咧，八號啊，似紅麗蛇攞翻第二喎。三四名啊近啦，咁啊裏邊咧有一隻咁啊。出邊咧，裏邊美麗子啦，出邊就志在四方。哇，志在四方有冇第三啊？李敬國啊，今日真係手風順啊！開心，我知好開心啊，好唔好玩啊？真係跑完先知啊！又係冇馬主啊！三個第一，兩個第二啊！今日李敬國。一隻跑第四，猛啲嗰只贏啊！達摩。馬房第二選擇又冇乜飛，我放下放刀啦，殺低只大熱門。睇翻張相先，好近啊！中間紅麗蛇啦，攞翻第二、三、四名都接近嘅。睇真啲啦，咁啊，裏邊嘅美麗日子啱啱掂皮好少，又啱啱掂咗先啊！志在四方就爭少少。好啦，睇翻第九場嘅巡邏影片。臨尾都好多馬落飛啊，有成六七隻馬都著咗六格仔嘅。咁啊，起步最論盡就嗰只進王啦，翻嚟應該又有啲事啦，佢又收停過終點啊。前邊就美麗日子放嘅，咁啊跟佢埋就水火風啦。貼欄第三個灰馬就的愛至寶，咁啊中間位置就幸福笑容啦。咁啊沿路都二三搭之間嘅就嗰只紅麗蛇啦。咁啊跟住佢就包裝才子，出邊就係志在四方。馬林嘅中間就全才啦，內側戴咗個藍眼罩咧就係傲風雲，咁啊包尾嗰五隻啦，最出邊綠色衫咧就係揾妙星，一路數埋去咧就關鍵時機進黃啦，咁啊貼欄就係和平路，包尾守正用旗。步速咧就頭段慢少少，咁啊第二三段咧都快翻幾多噶，咁啊拉雲都屬於仲係比標準快少少嘅，不過就考慮到今日好快地咧，所以都屬於正常步速。咁啊前面水波風，其實你睇啲手勢咧都唔係話想放嘅。咁啊定住，佢都自己夠快殺埋嚟。咁啊呢度入彎前噏兩步，直情攞埋條藍添。咁啊就咁翻嚟就升過終點啦。咁啊後邊，咁啊紅麗蛇今日縮翻程啊，跑翻好少少啦。咁啊入邊美麗日子，咁啊拉斯佢又見湧翻上去啦，都比較特別嘅。咁啊潘頓呢度以為一度都衝上嚟係啦啩，咁啊點知啊翻嚟冠住唔到，咪似乎咩做頂榜走三字蝕多咗之一咧，就真係。有少少蝕唔起嘅感覺啊！咁啊，後邊嘅關鍵時機跟住一路路上都有得衝，不過就上唔到名。咁啊，的愛至寶早段係威勢啦，但係翻嚟又唔係好多。
分段時間啦，頭段25秒24，第二段22秒36，第三段23秒34，末段23秒14，總時間1分34秒08。